今年第一冠，我才是德杯大王。各解说看 BLG 终结十连败零封京东，直接爷清洁，无内鬼，来点小玉笑话，高高被酒擒。好，民族加卢锡安终于来了，看一下 Ruler 加 Missing 的马可庄周能不能赢霞洛。斑斑什么呢？斑打野吧，兰博上路没对手啊。点火蓝宝上路确实是一个比较无敌的存在啊。上单无敌二打兰博，阿卡丽中单直接点。哎，这个打兰博确实还可以，这个在韩服是刚流行起来的，这英雄先出打什么英雄都基本有限。乌龟人玩的人很多最近，但是乌龟人没有一把是看到有效果的。这一盘的话上路对线看看长什么样子啊。虽然 UD2 拿出来可能是打兰博有说法，但是他打的是冰，冰的对线绝对容不得你有一点点混子的行为，强度绝对给你塞满。 BDG 是3-0，还是京东机会扳回一局。京东还是那句话，京东在今天想赢 BLG 最多28开，满编的京东来或许还有点机会。下路这越不了吧，但有机会啊，升个三级可能可以应月。下路这边想月怎么月呢？哎了个道哥没了，穿梭闪怎么是入了在扛塔，这里三大条条起来打击，好漂亮闪现没有被换掉，硬杀了，亏了很多线，这盘打出效果了。只要 AD 被月了就结束了，兄弟。蔡文直接进野区，好八级在找人呢，瞎子肯定在我附近的。哎，人呢？他好像知道打野了吗？哎，我先给个针眼再回自己红。我还以为意识到了，想绕一圈啊，直接先去吃河蟹，他不知道瞎子位置的。现在觉得瞎子在上，哎，我 F6 啥都在，我先把河蟹吃了，再抓你一遍，我再回去吃野怪。红应该是不要了，直接再来捅 L 克。哎呦，感觉要死啊，死了，必死无疑了，谁来都要死。混个助攻还没混到。受伤的永远是阿迪，太难受了。阿迪上路的话真还行吧，对线兰博也不难啊。哇，护盾好厚啊！警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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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呢？警告你怎么了？我还行，屋顶有鸡，这个就是确实给上路压力给到了，但自己家下路直接炸了怎么办？还在赖，说过去拍叫疾跑了，疾跑一开，阿斌可能要出事了，只能活一个，这一波活的是谁？我六了，哎呦，我没办法了，这是饼装了，太装了，这不，这一波没有想到啊，这一手饼干加疾跑，自己主要温没控好啊。玩英雄联盟，兰博这个英雄一定要控好温啊，刚温度一下没了，对面找到机会了。哎，不是，打了三轮比赛。小徐369阿斌全被单杀了一遍，那是上路凿单吃，下路还被越，只能看中路了呀。感觉这乌迪尔一会儿要被单杀回去啊，你们信不信啊？真可能凿单杀回去，接下来只能一直单杀了，接下来得杀六次啊。 Net 这里大招只能用来撤退了。敢踢吗？真敢踢啊。哎，马吉这被秒，这里舒服在两人，舒服在两人没伤害，快帮我如乐哥，我来。哎呦，这中野还是难受啊，2-0的赵信中野还是打不过，上路冰这里。好，乌龟人，乌龟人兄弟来了，乌龟人一个盾有多少护盾？320八点护盾。乌龟人好，冰哥成功的自己又把自己杀了。京东机这把上路站出来了，2-0。感觉兰博没带火打这种乌迪尔是不是得自己出重伤啊，没火这乌迪尔开个觉醒 W 在这狂吸，要把人吸昏。感觉冰的兰博是不是有点那个呀，就是熟练度不够啊，我感觉冰的兰博我都没见怎么见他玩的英雄，没怎么见过他玩的英雄呢。哇，冰，哎呦，血量掉得很快，血量掉得很快，不叫闪吗？冰要被单杀几次？还好。哎，欧恩怎么一个人玩到这里来了？大陆青转打断回城，欧恩就是蛇皮，跑到别人二塔打断了，入了回家，伤敌50，自损3208。兰博的补刀还是挺多的，但是一直被推。哦，来上路帮这个兰博守下这个兰博，但是这个赵信过来了，而且后面还跟着个牙膏。这面如果被拍到的话，应该是死了。赵信跟 W 闪，死了。这 TP 过来救也救不了。头，哎，压起身失败了，牙膏。哎，牙膏一空了，感觉这波有危险啊！牙膏这个一没了。压不压起身的不重要，
压到了也结果也是一样。这把右边小银看 net 了，蓝宝这英雄零杠三，感觉就有点尴尬了，只能趁着局势了。这蓝魔打团就是一个大，随便死。但 net 这边的发育确实有点好。兄弟，阿卡丽二杠零，这把真不好说。要小龙三十秒，这盘龙的话是节奏非常慢了。警告，警告！虽然二杠零的污点，但是打这个蓝博，蓝博是真不怕。乌龟人状态不好，这小龙还要打。蓝博是有 TP 的，这小龙应该是当了。乌龟人没什么状态啊。赵信带着三段过来的，怎么说出下去？好，还是要来打乌龟人半血，先把小龙拿了再说。看麻吉拼惩戒，麻吉抢到了这个小龙。哟，龙还抢到了。怎么说？乌迪尔有觉醒的。开考，真的假的？一波就给打成这样。虽然是小鹿拿到了，但是溃败了。血钻 BLG， 这波打完 Nico 不在呀、啊？问题是 Nico 不在，这个团怎么打？牙膏的第一波助攻，怎么才能来呢？左边优势还挺大的，玩着玩着又要记了。瞎子这里技能是给到了赵信，赵信也逞到没问题，但乌迪尔这里走上去一下人没打，自己一路在跑。哇，这里还要死吗？我的天哪，被单杀了兄弟，这么大人头的乌龟人直接被单杀了。希尔是没回家吧？哇，这两波我说实话，蓝博的作用绝对比乌迪尔这个英雄大。二杠零的乌迪尔啊，玩的跟零杠二一样的感觉。这乌迪尔绝对有问题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乌迪尔绝对有问题，他玩的是绝对绝对有问题。他的乌迪尔只是我没逮到而已，但是绝对有问题。这位中路 Mizzy 被逮到，兄弟们应该是要死。记了呀，这样玩左边都赢不了，这只能被三比零了。很被动啊，突然陷入一个很被动的局面。什么情况啊？这兰博被抓，一直在被抓，19分钟就20分钟200刀，乌迪尔150刀，什么状况呢？那抓着兰博不是等于白抓？他这个技能释放有点问题吧？他应该是先开 R。然后变虎形态敲他一下，敲晕之后变龟形态敲他回血，应该是这么个操作顺序吧。牙膏没人去推线啊，哥俩蹲这儿，他们是想蹲牙膏走过来靠中路的位置。怎么说，这波有机会了，有人上去推线了就有机会了。先火箭腰带吓你一下。哦呦，直接二甲针，怎么说一没挂到，这是瞎子盲金直接绝版踢出来。哇哦，好流畅，瞬间秒杀，有点轻松。看着就是放小龙杀你这个人，还是换经济的一边赚啊，这样玩。主要你现在拿这条小龙没什么用，阿卡已经无敌了，怎么办呢？这阿卡丽一个人够杀两个卢锡安呢。这边过来找大哥麻烦，如勒闪现被往前走，毛没拔到没关系，打了两个闪，还得打了两个闪。好，这次不要被反打了呀，技能全交了。乌迪尔过来直接用双翼觉醒免控，然后呢后悔奈特要杀完了。哇哟，游龙，最后是奈特在游龙。怎么说，全送给赵信，全送给赵信，漂亮。赵信再捅回去，自己上有闪还能捅。哎，这波站出来了，赵信还有闪呢。这赵信像他妈战神，这赵信，我操，这赵信五杀了。操作你插油恩，赵信，我是权衡哥，我叫赵信，我来自京东鸡，我的 ID 怎么念？主播不会。哎呦，赵信虽然杀完了，但是等于没杀，因为左边赵信拿头 C 不了。虽然但是赵信吃人头应该有一点作用吧，但作用可能不大。这波入了说，哇厉害厉害，好强，厉害，真的厉害。入了都在想是不是下班了，结果打野给他救回来了。喜欢月二塔杀我防御塔，至少贡献了3208点输出。再一个 W 闪戳到，漂亮。这几个被塔差点打死，我操，这塔兄弟打了10000点伤害，这塔。这个赵信直接买了个大影魔刀，这把真有可能翻啊！这赵信现在不跟你逼逼赖赖，兄弟，见人就捅。赵信现在见人就捅，我见人就上就完了，就弄，随便虐，懂什么叫随便虐吗？就是随便虐，屌虐。说来点脾气，如果脾气真的大，骚赵信直接往前戳，
喂，还在搓，我抵制，然后呢？但是兰博这个大招套路不错，牙膏先被秒又中亚。赵信，自信，没用。我说这赵信没了，兄弟，见人就弄，给自己弄没了。他早跟你说了，他自己不了，你还不信？一波零换五的团战啊，这个位置太差了，没法输出啊！兰博一个大招撒下来，队友全部被烫红了，弄脱节了，兄弟，弄脱节了，他这波。打完四杀之后人飘了，马吉呀，他妈中路线刚出来，我该还在 A 中路线呢，我在 A 中路线，而且对面还是五个，知道兰博也在，阿卡丽也在，这往前打什么呢？知道对面人都在，为什么要打呢？这个狭小的路口，兰博大的非常好，自己家 AD 还在推中路线呢。早跟你说了，他妈打四个都记了，又左边他妈把赏金大赏金全吃了。现在阿卡丽过来了，盲僧六万刀，明水明水这个位置很危险，这赵信还在游、哦、赵信还在自信，怎么说进去挑挑完之后呢，阿卡丽进场先开表躲个离扣大，好、啊、还有二段大，阿卡丽看要刺谁吧，直接往前刺，很难进左手，因为自己还有闪，还得往前夜一个，一能收掉一个，还推对方拉回来，完全在表演呢，左手存在表演奈特，又是一波零换五，团战的话是被打昏了呀，这边中路好像可以一波了，让我们恭喜 BLG 拿到德玛夏威冠军，那存在虐，兄弟们存在虐，这只霹雳机真得京东的全主力来碰一碰，我跟你说京东全主力都不一定碰得赢这只霹雳机，这只霹雳机是绝对的比去年要强，毕竟四个人在一起打了一整年，这是新的一年，恭喜 BDG 拿下新年第一冠，从未打过如此简单的决赛，请为他们欢呼，为他们喝彩 OK BLG 终于拿到了近两年对京东的首胜，打谁都是三比零吗，哦不对，打 RNG 是三比一， RNG 还赢了一把，队友 BDG 德杯冠军，开个好头，过个好年，都很关注你这个赛前的狠话，但是今天五次单杀这个 flag 好像是没有，很遗憾没有实现，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觉得对面玩得挺稳的吧，然后其实我说想单杀五次也是为了吸引他们打野来抓我而已，然后我就是想赢游戏吧，今天其实玩得挺稳的，等于对面是乌龟，我觉得最后恭喜 BLG 新年第一冠，又突破梦魇战胜京东，虽然是残的，但干脆利落的三比零还是有说法的。希望 BLG 这支被寄予厚望的全华班在新的赛季戳力奋发，更续前行。再见 S13， 你好 S14。最后各视角的激情解说，兄弟们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三连支持一波呀！